各位好，晚上好。今天是4月13号，星期二。今天的话题是：BTB 会永远增加吗？我选择这个话题，因为今天新闻都是跟 BTB 有关系，关于 BTB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今天 BTB 的价格是最高的。就是现在，其实 BTB 的价格刚才，遇到而得到，6万4千多，就是这么高，就是从 BTB 开始的到现在是最高的价格。好，然后我的问题是。这个 BTB 会不会永远增加？好像在一方面，好像总是永远会增加但是呢，如果你看到 BTB 的最近和历史的价格有这个增加的时代。也有这个减少的时代，我以为这个21年会增加一下，增加一下和什么10月、11月会减少，我不知道这么多，我会猜一下80%、90%的减少，可是如果。这个减少以前，那个 BTB 的价格是，不知道大概30万、40万。这个减少的时代会得到什么10万，比今天高得多。然后我觉得，在目前为止买 BTB 是聪明的活动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。谢谢饺子，我走路。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